襄阳北临中原，南接荆楚，历史悠久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在《三国志》中，至少有18卷写到襄阳。据说本地三国历史文化遗址就多达50多处。本次我们湖北探寻古迹之旅，第一站选在这里，也是有这个考量在内。最后给大家报告一下，本次湖北探访古迹之旅的计划，我们将在襄阳待2天，然后一路南下。先去钟祥，再去当阳，探访过关陵和长坂坡后，进入到荆州待2天，然后绕到湖南岳阳探访一下岳阳楼，随后折返到湖北咸宁赤壁探访赤壁古战场遗址，其次就是到武汉去红安，最后出湖北。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